这种人睁眼说瞎话，他不只是第一名的立委，他是全世界政治人物从来没有达到的第一人。赖品妤超越了巴菲特，超越了台积电张忠谋，超越了鸿海郭台铭，超越了微软，超越了马克思，超越了马克华伯格 FB 创办人，甚至超越了苹果，人家一年的成长率 0.8 几%，甚至 1% 多，他21倍，他爸爸的公司创下了全世界经营之神的地位，三年成长21倍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赖清德称赞赖品妤提出的都是难易度很高的建设，但是他都一一的兑现了。那到底哪些建设啊？赖品妤说，我在国道一号增设了这个匝道哦，将在10月30号就要正式启用通车了。这国道一号的汐止交流道明明是在2019年，当时就已经获得中央核定了，结果现在怎么呢？又变成是赖品妤的政绩呢？另外呢，还提到说赖品妤自称啦，他说促成中央补助这个新设后桥衔接康宁街地下道的工程，结果发现更早了，这件事情在2018年就已经被核定了，而且人家在他刚上任2月底的时候已经开始动工了。但是赖品妤呢，怎么好像把这个本来就有的事实全部的都说我说了算，就是我的政绩呢？ PTT 有。就有很多的网友开始酸说，欸，为什么赖清德对赖品妤这么好啊？绿能的生意新潮流也有一份，难道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金主不能得罪吗？欸，民进党的风电啊，你看哦，突然呢要砸8000亿来开发，难道现在又是为了这个铺路先来试试水温吗？这个天力到底谁这么厉害啊？原来哦，他背后啊就是有这个民进党的新潮流金主也入股了，就是云豹能源。眼睛啊，亲自看过最多贪官污吏的赖清德，民进党一大堆贪官，偏偏这些人天天都跟赖清德在一起。赖品妤是第一名的，对，当然是第一名。哎，我们看一下他干了什么事情。馆长来教大家什么叫做政治人物利己。哦，今天教大家。阿馆老师上课咯。好，政治人物正事不干，最喜欢干什么事情？最喜欢干选民服务。选民服务谁在干的？你只要有钱，你请一大堆助理。哦，协调嘛。哦，都是服务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嘛，地方士绅嘛，哦，啊，桥东桥西嘛，哦，我们今天来教大家立委怎么刷业绩，哦，立委当一个立委呢，要怎么样，仿佛什么都没做，却做了很多，哦，什么叫立法委员，哦，不叫建设委员，修改台湾这些不公不义的法律，关怀弱势的年轻人。社会当中的问题又是法律，比如讲囤房税，比如讲黑枪、黑道组织犯罪条例，比如讲不当馈赠罪、吹哨者保护法，比如讲诈骗集团刑责加重，比如讲持枪开枪刑责加重，比如讲持刀杀人刑责加重，比如讲一大堆这种法不修，哦，比如讲。不当官说罪，比如讲游行恶法，民进党都是民进党讲，比如讲居住正义，哦，这个时候是法律，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叫贪污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大家都超爱盖捷运的，为什么政治人物爱盖捷运？第一，因为捷运就是一个非常好炒房，政治人物跟黑道，看看我们美好的郑文灿那个。田中间的捷运站，哦，为什么大家都会抢地买地？因为你在画这条捷运线的时候，它一核定一建就好几年嘛。这周遭的房价，只要这条线经过的地方，它也跟着水涨船高。这些地谁买走了？就是政治人物跟财团。第二点，因为在工程当中也可以伸手，又一个查无不法，又一个没有证据嘛。这些标案谁标走了？建设标案谁标走的？
有没有回扣可以拿？肯定有嘛，国家工程、国家建设，挖一个捷运，他妈的随随便便几百亿、几千亿嘛，一块地一坪5000块，一坪20000块，之后会变一坪100万，土地嘛，捷运站经过一坪150万，那在上面盖的房子，他妈的就来他妈卖个一坪60万起跳，80万起跳，就这样完了。所以在我眼里，建这种所谓的公共工程，它根本不是政绩，因为这种鬼东西是谁在设计的？是中央，是交通部，是这些选总统的人的政见，是这些当总统人该做的。但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会把它拿出来当作政绩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先捷运线核定，台铁汐止车站加开，国道一号增设康宁街匝道，全部都是建设，这些都是居住正义的元凶。你这三年半做什么？争取到这些，这些你不用争取啦，上面人要贪自己就做了啦。立委的工作是什么？人民的苦，你有没有帮人民讲话？来，居住正义的时候，赖品妤说什么？说汐止人，汐止的房价不贵，他的选区没有这个问题。哦，啊，你送他嘛？哎，他说他的选区大家都有房子住了，啊，你没房子住去找他。影片留在我19年的时代，这种人睁眼说瞎话。再来，他的确是第一名的立委，应该是说他不只是第一名的立委。他是全世界政治人物从来没有达到的第一人。赖品妤超越了巴菲特，赖品妤超越了台积电张忠谋，赖品妤超越了鸿海郭台铭，赖品妤超越了微软，赖品妤超越了马克思，赖品妤超越了马克华伯格 FB 创办人，赖品妤甚至超越了苹果。为什么？人家一年的成长率 0.8 几%，甚至 1% 多，他21倍哦，马斯克，他我们世界第一经济奇迹，他的公司，他爸爸的公司创下了全世界经营之神的地位，三年成长21倍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全世界最好赚的公司，全世界获利成长倍数有史以来最快的公司，以后不用拉业务，不用贩卖东西，什么都不用，就这样20年，叫他公开，哎，我们想学一下嘛，我们的这些在野党的立委，请台电公开合约，保密。所有的合约保密。